这个是伊甸的富康巴士，我们前三天已经预定好的，所以现在坐了富康巴士到新的养护所。那我这边可以看到这个后面有一个安全锁，旁边有两个安全锁，然后后面有安全锁，三个安全锁把妈妈固定起来，非常的安全。那我们自己也做，我们自己有也是用上安全锁，安全带啊，符合交通安全啊。是设置妈妈第一次做这样设备齐全的这个富康巴士，感觉上很安心，感觉上很安心。之前有做过是改装的，就只有固定，只有那个安全，只有把那个什么轮椅固定起来。心理上是不是那么踏实。这个车子非常的设备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心里非常的高兴。那妈妈现在的状态呢，是妈妈是想睡觉的，刚刚忘了问看护她昨天是不是没有睡好。